来吧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嘎达，苗苗，露易，果果果果，来，五只猫，楼下的五只猫，这是臭豆腐，看看他们的反应，闻闻，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味道？苗苗也过来，其他四只猫都闻了，差你了。哎呀，果果嫌弃了啊！没事，看看苗苗的，看看表情，闻得很认真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还有想法，再回来闻闻一闻。苗苗，不行了，去厕所吐一会。哎呀，都走了，谁也不理我，不就一块臭豆腐吗？拿楼上去。让他们都闻一闻，来来，我就不客气了，大伙儿一起来，臭豆腐，闻闻臭豆腐，看看能不能吃，不是榴莲买不起，而是臭豆腐更有性价比。哎，看看英俊，英俊闻这个有没有比那个薄荷味儿更刺激你的中枢神经？英俊觉得这个不仅中枢是。上述都得刺激到，偶像，偶像，一甲之男主，你过来闻一闻。哎呀，闻过的不要再谦虚，再闻第二遍了啊！大帅过来了，大帅，看看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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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欲言又止的样子。那胖虎，那胖虎闻闻，胖虎，胖虎别跑那么快嘛，我还没看到你表情呢。闪闪，每个猫都闻一闻啊、哦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就是怕你们上厕所，所以我也端上那臭豆腐制服你们一下，让你们看看谁熏谁，不能总让你们熏我。说的对，点点，眼睛再次有点失落的离开，菊宝闻地试试了啊，人家都事不过三，灿灿闻一闻，眼睛都能熏大了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，非常六加七、啊、楼下猫也都闻了，现在楼上猫一定要挨个都闻一闻。 Oh no， 因为一碗水要端平嘛。宝宝来了，宝宝来了，宝宝看你颤颤弟弟在干什么，他在独闻美食呢。嗯，宝宝闻，接着闻，重新演练一番啊，就当第一次闻，闻了两次，看走路都晃悠了。嗯，这李宝这是上完厕所了，然后过来闻闻臭豆腐，看看哪个味儿更有杀伤力。趴在王座上的胖虎，是不是手端一盘臭豆腐更有威严？对，我就喜欢黄俊多闻，因为他表情挺好玩。哎。看看黄云俊，看看，你去，黄云俊的表情，你不谁也不能错过啊！你瞅，看闻，看闻的都辣眼睛了。哎呦妈，你瞅那眼睛啊，像闻的吹了瓦斯似的，欲哭无泪呀、啊，欲说还休。这就是美食博主。实打实的拍一个美食视频，然后你开始介绍了啊，这个美食有什么特点，有什么特征？嗯，再往前推点，哎，我去，这次走得很决绝。还有谁？来吧，天青色等烟雨，臭豆腐在等你来。还有谁？哎呀，这个视频真是闻着臭拍了香，
谁也没吃，这个视频先拍到这儿啊。